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生活中最常用的几种绳结。第一种，单套收紧绳结，长绳耳这侧啊，双折叠，咱们压住短绳耳这端，然后围绕其一周，注意将绳头从底端绕回来，我们左手提拎绳耳，右手双折叠绳头，然后收紧主绳，看效果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这个绳结啊，它在受力的情况下啊，可以瞬间的牢牢抱紧你固定的物体，不缓结。大家看效果啊。而你想解绳时，只需拽一下这个绳头，它瞬间开绳。第二种是定点锁桩最常用到的绳结，木桶结。注意，将这个绳耳拉伸之后，绳头围绕主绳一周，再次的将其双折叠啊，从这里穿过。最早期牧童山上放牧时最常用的绳结，也可以用作拖车结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接点啊，是不是相当牢固？受力之后还不缓结，而且你要想解绳时不用那么费劲，我们拽一下这个绳头，它瞬间开结。无论是拖车、吊物、定点锁桩啊，第三种绳结是你的首选绳结，单套绳结之王，布林结啊。